着南门个客运车。各位，咱下阵时欣赏着南门客运车，这个社团啊，无咧凊彩出门的，安怎讲呢？因为是咱南门客运中，咱寮冠妈祖。啊，直属的宣誓社团啊，不随便出门的啊，这个有深厚的交情啊，才有出门啊。开天宫的直属宣誓，咱来听一下。啊，咱来听一下，千顺将军啊，会当讲非常的庄严。